我们如果呢，那去除门一点一点，啊，如果去除门一点一点，来，画面切换。好，我们看到我们做出来的每一个呢是 LI 都一点，这边呢 LI 呢又有一点，这个呢有一点一点一点啊，啊，这个是 LI 贴身就有。那你也可以把将这个 LI 那一点去掉，那一点去掉呢，怎么去掉呢？啊，那个呢就是在我们版面里面的 list style type 啊，我们去找到，我慢慢往下滑。好，滑一下，我们看一下，啊，历史在水文字厅里面，啊，在这边啊，有一个呢叫做 list style type， list style image 就是我们呢当去改变呢这个呢用图形制定的方式改变这一点，啊，那 list style type 呢？就是呢描述这里面的工这里面的使用啊，所以呢我们这边选择 list style type， 然后在空白地方这边呢框框地方点一下，那点一下呢这边呢就出来就有这么多东西啊，有了这些呢啊 circle 啊这些 disk 常见的这些东西 square 啊，我们讲 circle 是空心圆 disk 实心圆啊 ，square 方块，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去掉呢，很简单，就选那去掉，啊，我不要这些呢，都不要了。但是预设值是 disk 啊，预设值是 disk 啊，先不要选那，我问你啊，点它，好，点它呢，各位看一下，这些呢就不见了。好，我们去随便打，好，随便啊，把大段记呢重新再检查一下。目前呢还有一点，啊，重新整理一下，这一点点的去除掉，啊，这一点点的就把它去除掉，啊，来。